麦浚龙、尊奴同埋谢安琪阿 K 呢日出席品牌专门店开幕礼，两位就分享到合作咗咁耐，都发现到大家好唔同嘅一面。K 就俾咗尊奴一个爱好，叫做幽默浚龙啊。其实佢系高手嚟嘅，即系佢唔使真系做好多嘢，但我已经系笑。笑到好失意啦，所以就要小心啲咯。佢呢個人，大家要小心啲佢咯。我覺得未發掘得曬嘅，因為佢嘅可塑性係好高嘅。咁同埋係咯，我覺得佢好聰明嘅，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溝通好有一種默契咯。即係佢好多時候都好明白我講嘅，甚至乎已經去到講咗一半，其實佢已經知道我想講乜嘢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彼此合作嘅一種默契。睇到兩人正準備合作推出新專輯，仲會開音樂會，而家嘅籌備情況又點呢？同阿 K 去可以一齊喺一個台上面去演出一段長時間咯。咁我覺得係一個幾難得嘅一個機會。咁所以大家都好期待，大家都一路忙緊去諗啊，這個 show 究竟我哋嗰個裏面嘅內容係乜嘢咧？